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迪丽热巴红裙甜笑，青春靓丽惊艳，释出花絮照，令人惊艳的迪丽热巴最近释出了一组花絮照，穿着一袭红色吊带裙，配上烈眼红唇，绝美造型令人赞叹不已。她捂着嘴甜笑，宛如一个青春少女，给人一种温柔可人的感觉。她的五官精致大气，肌肤白嫩光滑，状态超好，看起来真的是美得让人心动。迪丽热巴是中国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女演员之一，自从她凭借电视剧《东宫》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等作品走红后，就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。她不仅演技出众，更是拥有出色的外貌和时尚品味，成为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女神。这组花絮照中的迪丽热巴展现出了她温柔的一面，她用手捂着嘴巧笑，眼神明亮，给人一种纯真可爱的感觉。她的笑容中透露出的自信和魅力，让人不禁为之倾倒。迪丽热巴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和关注，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起媒体和粉丝的热议。不管是在电视剧中还是在综艺节目中，她都展现出了出色的表演和表现能力。她的演技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，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除了演技出众，迪丽热巴的时尚品味也备受赞誉。她总是能穿出自己的风格，不管是甜美可人的装扮，还是帅气时尚的造型，都展现出了她独特的魅力。她的穿搭总是受到粉丝们的追捧，成为时尚榜样。综合来看，迪丽热巴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演员，更是一位兼具魅力与风采的女神。她的每一个细节都散发着迷人的光芒，令人为之倾倒。迪丽热巴是中国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一颗明星，她不仅拥有令人惊艳的外貌，还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多才多艺。作为一名出生于新疆的维吾尔族女演员，她在演艺事业中取得了傲人的成就，成为了众多观众心目中的女神。迪丽热巴以其典雅的气质和清新甜美的形象受到众人喜爱，她所饰演的角色多样且深入人心。无论是古装剧中的仙侠公主，还是现代剧中的职场女性，她总能将角色演绎得入木三分，令人信服。她的演技精湛，让人忍不住为之动容。除了演技出众，迪丽热巴的时尚品味和造型也备受瞩目。她总是能穿出与众不同的风格，展现出她独特的魅力。她在红毯上的亮相总是引人瞩目，成为焦点。同时，她也在不少时尚活动中担任重要角色，展现了她对时尚的敏锐嗅觉和对流行趋势的领悟。迪丽热巴除了在演艺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外，她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，传递爱心和温暖。她关注弱势群体，为慈善事业尽心尽力，成为公益事业的倡导者。总的来说，迪丽热巴是一位才华横溢、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演员。她的每一个表演都令人惊叹，她的笑容和阳光气质也为观众带来了无尽的愉悦。她的影响力超越了娱乐圈，成为许多人的榜样和追求。期待迪丽热巴未来更加灿烂的演艺之路，相信她会继续用她的才华和魅力征服更多观众，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顶级女演员之一。迪丽热巴的光芒将继续闪耀，为我们带来更多令人期待的作品和惊喜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